Mommy for cooking. Hi everyone. We are having a lunch fellowship, and today my wife cooked a special porridge for all of us. See. Okay, soon, soon. Okay, 差点食物看不到的，这是你的母亲节礼物了。不错了，也行。 Thanks, baby. It's okay, Breaker. Week four, week five, and we are having dinner together. Dear,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cooking, mommy? Hello. Stop. This is home. As my senses tell. Only buy one, no. Meishi, bu. Oh, me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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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 ya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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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And also the story. And also the car. And also me. Imane的家人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与今天的崇拜。今天为我们证道是 Pastor Sophia Tan 陈銮清牧师，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在这个时候，我祈求上帝的平安充满你和你的一家。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是一个大家一起欢庆母亲节的日子。 为的是要感恩母爱，而且呢也尊荣那一些为我们无私奉献自己的母亲。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代表天下所有的儿女们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跟尊荣。我要用这个讲题，就是感恩有你，妈妈。妈妈，我们欢庆上帝透过你来向世人显示什么是不求回报的爱。
也谢谢你愿意勇敢地踏上身为人母的这个旅程。妈妈，你在儿女的心中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所以我在这时候祈求上帝帮助你所有的母亲们，尤其是在这个疫境的当中，有些呢心里面年长的，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担忧，担忧自己的儿女现在怎么样啦？有一些呢，你的儿女在国外的，妈妈，你们心里面也在顾念着在国外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不论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但是我现在就祈求上帝，在今天母亲节的这一天，让你的儿女们不管身处何处，他们心里面纪念你们，为你们祷告，心里面为着你们，心中对他们的牵挂，对他们的爱，愿他们呢心里面纪念的时候，主的平安跟主的爱来充满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天下所有的母亲，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有的母亲，他们心中因为主的恩典跟爱，他们懂得怎么样的以智慧来引导他们的儿女。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种母亲的，他们因着自己生活的环境，他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掌控不到，但是他们却是全心全意来爱他们的儿女，全心全意的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献上。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当中有的妈妈已经升级成为祖母，成为了太祖母、曾祖母了。亲爱的主，我都求你纪念他们，让他们为他们的儿女所种下的这个爱、这个善果、这个善因，因着主的恩典的缘故，主你今天特别的来尊荣他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这时候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箴言第31章28-31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28节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在这里描述到一个女子，因为心中敬畏主，然后她把她的一生为她的儿女、为她的丈夫、为着他们的这个家族呢，她献上了她的一切。所以她的舍己、她的辛劳，以及她自己本身的那一种对神的仰望，以及呢对儿女的这个信任，对下一代的这个传承呢，在这里呢描述到神不单喜悦他，丈夫称赞他，儿女们在他晚年的时候都说，妈妈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呢都得着了大家的尊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思想一下，妈妈，我们要谢谢你的舍己和辛劳。我记得当我还怀孕，刚刚怀孕的那个时候呢，是很辛苦的。两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呢，心里面很兴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怀孕了。我当时心里面又焦虑，因为我们又担心在我们腹中的胎儿成长的怎么样。然后有些女性呢，在怀胎十个月的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身体的变化。我本身呢也是呕吐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十月怀胎之苦之后呢，我们看到宝宝诞生了。在那个时候呢，妈妈们呢都以我们的柔情，我们照顾着这个孩子，我们都是细心的呵护着他，心里面呢充满着喜悦。那时候呢又开始忙碌啦，喂奶啦，半夜要起身啦，然后孩子生病的时候又特别的照顾，然后要训练孩子啦，梳洗他啦，等等这一切。我们看到就是透过母亲你的爱，孩子借着你的拥抱，借着你呢柔声细语的为你的孩子唱儿歌的缘故，你的孩子呢就体验到什么是亲密感。这个呢就是无微不至的母亲的爱，永远在孩子的心中呢是留下了一个温馨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看到孩子慢慢成长了，开始去学校念书了。那个时候妈妈呢，你就发现你不只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啊，不只是在家里教导孩子，哎，你要有礼貌啊，啊，你要跟人家 share 啊，跟人分享啊，等这里，我们发现我们成为了儿女的良师益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灌输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教导孩子如何待人处事，我们要教导他什么是礼貌，什么是道歉，我们要教导他什么是敬畏神、顺服神跟依靠神。而且很多时候你发现孩子从学校回来，他们很多故事跟我们妈妈们讲的，告诉你在学校某某同学又怎么样啦，某某老师又怎么样啦，然后你发现母亲呢，你总是给聆听的耳朵听孩子讲，你去同理你的孩子，尤其是当他跌倒啦，他可能在学校被欺负啦，或者是他感觉到灰心啊、难过啦，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所说的安慰的话语呢，就让孩子心里面得着力量。很多时候你发现妈妈你的耐心在孩子的身边监督你孩子做作业，帮助他温习功课，孩子呢心里面呢就是因为有妈妈在他的身旁的缘故，他们就觉得不管我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心里面什么都不害怕。所以有了孩子，妈妈的睡眠时间减少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教会牧会，所以是特忙的，有时候回到家都很迟，孩子啊早早的九点就叫他们睡觉了，然后安排好他们睡眠，有时他还要半夜还要看他们的功课，哪一些功课他们做错了，第二天五点起来帮他们预备早餐，然后同时呢还要帮助他们去改正他们的作业等等这类，所以自己的睡眠的时间也少了。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私人的空间也少了，因为小的时候玩伴我们要陪他，有时候要跟丈夫一起来陪他，还要跟丈夫一起安排很多的时间带孩子去外面玩，那么同时呢孩子的学习我们要花时间动脑筋，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儿子很好动嘛，所以教他读书呢死读书的那一套他一定不行了，所以我就开始动脑筋，哎，我要怎么样拿去买什么样的玩具啦，买什么样东西去给他很实际的啊，去知道说，哦，原来这边你一个杯子倒一个桶倒水呢，倒几个杯应该怎么做？所以借着一些游戏的方式呢，让他有那个学习的兴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母亲呢，有了孩子之后，你变成你很有创意了。啊，有了孩子之后你本来是一个不会煮饭的人，最后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厨师了，甚至我记得有些当你在说少女的时候你很怕肮脏的，可是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呢你开始要碰孩子的粪便啊，你开始要照顾，所以我们看到妈妈这个就是你的爱，你的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不论多辛苦你都无怨无悔，是你舍己的精神培育了今天你的儿女。尤其是我们当中有些做母亲的，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一个特殊儿童，你的日子是很难过，但是却因着你的爱，这个特殊的儿童被交托在你手中，你那舍己的爱一直不断地陪伴他。有一些母亲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我们知道要做爸爸的身角色，又要做妈妈的角色，又要去外面把金钱给带回来，来养育和培育你的孩子，是很不容易。可是为什么你可以培育到你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因为你是由心里面发出你的爱，你的爱是这样的舍己，虽然是辛劳，但是我愿上帝纪念你的这个付出。妈妈也因为你呢是一个有勇气而且坚持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可爱的小王子啊，可爱的宝贝的小公主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呢，他们跟你有权力的斗争啊，然后你发现呢这个时候面对网络世界的诱惑，孩子们学习的困扰等等，有时候你会觉得灰心，有时候你会觉得软弱，有时候夫妻之间外面工作的张力，尤其是现在的女性，很多你是职业妇女，所以你有时候面对了好多有些呢还要照顾年老的母亲，尤其是有一些是母亲有痴呆症的，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有些时候你真的感觉到灰心绝望生气，
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母亲常常跟我讲，流着眼泪说，心里面有时候觉得对孩子有亏欠，因为生气，讲了不该讲的话，但是心里面又舍不得放下，所以往往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里面，我们知道是不容易。但是就因为你的爱，所以你呢就肯坚持，是因为你的爱，你总是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种种。如果回到圣经的记载里面，你看到摩西，他出世的那个时候，埃及法老王下命令所有犹太人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不准他们活着。所以收生婆不是把他们掐死，就是丢到火里面，活活的溺死。但是摩西的母亲因着信，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做出了一件常人不敢做的事情，就是把孩子留在身边，直到孩子大了的时候，才呢把他放在蒲草做成了这个箱子里面呢，祈求上帝帮助。所以摩西最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是因为妈妈对孩子的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是因为妈妈对在上帝的面前坚信上帝的应许。今天因为你传承了敬畏神的生命，所以你的儿女他们因着妈妈懂得祷告，在神的面前的流泪，使得孩子呢能够平安健康之外，能够成就了今天的儿女。有很多母亲跟我讲说，他们有时候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因为家里面的一些矛盾，所以孩子有时候好像放弃了他们的学业也好，还有各方面也好，有时候他们很痛苦。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你能够做的，只要你去尽你的力量陪伴你的孩子，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安慰，但是那引导他们之外，另外的一个呢，你可以做的就是当他们晚上睡眠的时候，你可以在他们的床边为他们祷告，你呢可以在他们门口外面为他们祷告。其实孩子看着你对神的仰望跟信靠，他们已经学习用信心来跟随，是因为你对孩子的信任，看到儿女的潜能，而且愿意赋能你的孩子，所以你舍不得吃，你舍不得穿，你很多时候把那个钱投资在儿女的身上，是因为你说我的孩子他有潜能，他有梦想，我要帮助他追寻他的梦想，是你相信上帝对你的孩子有更大的计划，激发你的孩子看得更远。所以你常常要你的孩子说，你要看得更远，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是更大，所以你的祝福，你的祷告，你的言语的造就，使得你的孩子呢今天成为了成功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讲，你们今天能够成为今天的你们呢，也是因为你的妈妈和你的爸爸，他们愿意放下了，牺牲了，甚至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妈妈，很多时候你感觉到在你的付出，甚至在你的坚持的当中，有时候你受委屈了，因为你觉得有很多时候你的表达不是很能够让人明白，但是也谢谢你愿意对你的丈夫的这个接纳，也谢谢你愿意对孩子的爸爸的这一个忠心不放弃，所以你的孩子也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平安的成长了。我记得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很会吃苦的一个人，所以从小我看着她，很小的时候她遇到车祸经过医院，然后我看到她一直很吃苦，然后陪伴着我爸爸把我们给养大了。妈妈认识了耶稣之后，她很爱神，她对神很慷慨，自己很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到现在呢也是一样，一有钱呢都是给她的孙子们，有钱呢都是给神。我觉得妈妈就成为我很好的榜样，我就是在妈妈的生命当中，我学会不随便放弃，
我在妈妈的生命里面，我也学会了对神对人呢是慷慨的。所以你看到妈妈因为你的辛苦舍己乐于付出，因着你的勇气跟坚持默默地支持你的儿女，所以在多变不定的世界里面，儿女们在你那就可以找到了避风港。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所有的母亲们，在这疫情的环境里面，孩子们没有办法带你去庆祝母亲节了，大家没有机会带你去吃大餐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希望你多一些照顾你自己，爱惜你自己。如果你的儿女还没有成长，还在家中跟你一起的话，你记得你要给予儿女空间成长，要相信上帝在你儿女身上的计划，要有勇气勇敢的放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比尔盖茨说，行孝不能够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愿主祝福所有的妈妈们，让你的儿女爱你更多一点，珍惜你更多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祈求神的喜乐充满你的心，好叫儿女因着你的喜乐，他们心里面可以得安慰，他们知道我给母亲的爱妈妈收到了。我盼望神让你的心里面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接纳，好叫儿女们看到母亲的这个接纳跟耐心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充满感恩，说神啊，为像我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孩子，但是母亲的坚持忍耐跟接纳教导了我，我要对妈妈有更多更多的爱，更多的接纳。所以鼓励你跟你的儿女分享你的需要的同时，我也祈求天下所有的儿女们尊重你，你的儿女尊重你，你的儿女愿意跟你分享他们的成就，你的儿女愿意向你表达爱和感激。所以最后箴言31章31节，愿你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你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你。再一次我要告诉你，妈妈感恩有你，你是配得你的儿女尊崇的，同样的上帝爱你。恳求上帝就在这母亲节的这个时刻，不单是让你体会得着永生的那个喜乐，不单是让你体会你的儿女因为你的付出他们满足了你的期望，不单是因为你跟儿女有和洽的这个关系而让你的心里面呢感觉到有安慰之外，我更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们身心灵都健壮。我也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些朋友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就在这疫情的当中，儿女们在远方送给你他们的安慰，他们可能呢借着邮寄送给你一份礼物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也能够接受一份礼物，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从天上寄过来给我们人类了。所以我愿耶稣基督的平安也充满你。在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在这时候求你纪念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当中的一些姐妹们她们年长了，身体有疾病了，在这个时候可能走路不是很方便，她们连当时主因着她们过去对你的仰望，现在对你的仰望，甚至她们将来对你的仰望，我恳求主你将更多的恩典平安加在他们身上。主，当他们为他们的儿女祷告的时候，求你给他们心中有力量有信心。主啊，在我们当中或者有一些他们需要儿女更多的安慰鼓励他们的，我求主耶稣你的爱充满他们的儿女，会知道怎么样的来鼓励他们的母亲，年长的母亲。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母亲，他们的儿女还在求学还在读书，或者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主，他们心中也有他们内心里面的那个矛盾挣扎跟焦虑，我祈求亲爱的主你的平安充满他们。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叫我们心里有重担的可以到你的面前来，
你要叫我们得安息。所以亲爱的主啊，我求你不单单赐给众人心中有平安，我更求主你供应所有妈妈心中的需要。主，愿你尊荣所有做母亲的，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尤其是有特殊儿童家庭的这些妈妈们，我求主你特别的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你的眼中仍然是这么的珍贵，你的力量成为他们的膀臂，你的喜乐成为了他们的恩典。谢谢你，祝贺所有的母亲们身心灵都健壮，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以马内利的家人们，早上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妈妈》，它是刘家昌写的。这首歌是这样子说，他说，多少忧虑牵挂染白她的头发，多少慈爱的话为我串串的落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首歌非常的棒，有机会我希望你们能够去搜索这首歌。的确，母亲真的很伟大，他常常为我们流下眼泪，常常为我们担心受怕，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呢，就如这首歌所说的，染白了他的头发。当我们越来越强壮的时候，妈妈是越来越年纪衰老，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这时候作为教会的牧师，我们要祝福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让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来为我们的母亲们祷告，祝福妈妈们蒙福也蒙恩。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祝福所有的妈妈们蒙福蒙恩，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当中，使他们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一切的祝福和恩赐，使他们能够领受那位左手有富贵右手有平安的神的祝福，使他们能够得到平平安安，使他们这一生能够健健康康。我奉耶稣的名祝福这里所有的妈妈们蒙福也蒙恩。感谢我们的上帝，愿神你的看顾，愿神你的恩典，愿神你的祝福常与他们同在，并且用你自己的爱来回报他们的劳苦，回报他们对儿女们这个无比的这个付出。所以我们奉耶稣名祝福他们平安，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既然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不知道你为你的母亲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做，赶快去做啊！给母亲一个拥抱，给她一个祝福，我相信这是母亲最想要的。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以这首歌来一同回应今天的信息。Yeah.
在这时刻，我们即将收取今天的奉献。奉献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敬拜神的方式之一。让我们为我们今天的奉献来献上祈祷。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将我们的奉献摆上，求你悦纳。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可以以下的方式来奉献。我们可以透过荧幕上的 QR 码来电子奉献，或可以将支票邮寄至我们的教会的办公室。有关更多关于奉献的方式，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信息，或想了解更多关于耶稣，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 emmanuel.org.sg 或 Facebook 或我们的祷告网与我们来联系。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下周见，上帝赐福。